战争让台海情势备受关注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在脸书开直播喊话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愿意拿起武器往前冲。民众党立委蔡碧如更是直接询问外交部能不能够去参加医疗团派遣，而吴钊燮也证实了，那么蔡碧如的确是有跟外交部报名，只是最后遭拒绝。而实际上街头询问女性民众有多少人愿意上战场，还是有些人认为男生去就好。乌克兰美女拿起枪支保卫国家，还有老奶奶也会制作汽油弹。乌俄战争敲响台海情势警钟，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这回喊话：女性当兵，自己要冲第一。如果要当兵的话，如果这个国家面临到像乌克兰这样的状况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拿起武器一起往前冲，子弹就不会分男生女生。女力参战没在怕，实际问问台湾各年龄层伟大女性们。应该是交给男生嘛，因为都有当兵什么的。因为女生也没有当过兵什么的，就比较没有经验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放心让他去吗？当然是不会啊。那怎么办？你自己去吗？就男生多当一点吧。女生就尽量就是逃难就好了。年轻女生们想到上战场还是心惊惊，但这对熟女却是勇气可嘉。为台湾当然愿意啊。如果我们二十。我们应该会上战场，但是我们有年纪了。还有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先前脸书喊话，要求行政院订定支援乌克兰具体计划，还说只要派遣医疗团，自己绝对报名，义不容辞。如果前线有需要的话，其实我也是义不容辞。外交部也有人来询问我们的想法，他是强烈建议我不要去。一个立委的身份，好像外交部他必须要。那个确保我的安全。没想到外交部一口回绝，就怕立委身份前往太危险。但政坛女力战争没在怕，冲前线这份精神还是勇气十足。记者黄珍博台北报道。